子，扇子。你这个心机哥。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地。还得做作一点，拍照就得做作一点。怎么样要怎么好？哎呀，我的老爷那天撞了，还好没有。什么色的？可以上来。你不写，你给我。你那个。再来一个。等会儿。哎，你那有木林子卖吧？木林子啊，这木林子没有人买的，非要到山上。还得自己回去搞。你们是用什么做的？木林子做的，我等会儿给你看看。不一样的，普通不一样的，你说。
进去的蜜枣。哎，用蜜枣烧进去的。那我帮你丢上来。我就是去忙呀，对吗？等一下，我去忙嘛。你准备？反正差不多没人了，你说你要撞到我了，那我去吧。吃在身上，冰吃吗？嗯，要是别的地方买了，我天天吃。
Thank you.
全招财，吉祥物也特别多。难怪冰墩墩那么受欢迎。
看到了。Hey.好啦，咱们玩。
谁要你啊？大了。可以了。三十。哎，重新来。哎。一二。来，走啊。哎呀，还是坐那还吧。这里你不是我说的，打我你先把我这个弄好嘛，你这个弄好了，我到时候把那个寄过去。哇，你看船。
看一眼近人缘，很远的话鲁迅故居赶不上吧。我抖音上看到的应该就是这边了。这边的Thank you.
停一停，看看墨池。回来两步，回来两步，看看那个字，看看那个字。对对对对对，身体转过去一点，身体就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看字。好，然后你再走，再走。之前花痴了。他们在拍，你们要小心点。拍照啊！拍照啊！这要是晚上来看怎么拍？看见吗？把你下下个胖条。
号是三米零三。我这个导航上面不是人工，你要下两米。五十。小哥哥，你拿的什么高科技啊？就是摄像机。我去，这么牛吗？我喵几下太疯狂在找喵，找不着。最高东西五块，六块，怎么可能？就是五块。你是五块的啊？不是，没有，没有。
么远了啊，你就拍照片去了。
两个那边眼珠子刚别动就好了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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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呀，这什么时候？刚才跑步是没有踩到吗？要九了，九了。这边没事有人过去了，我往这个走，这个没得有点了嘛。全身适合一些搓底的牌，对的。
上面。这古代的历史悠久，都以前的。
价票，日商票，全价票。照的是人的，这回再照个带景的，景清楚的，然后再。不平凡。Thank you.
好了，下车你去上班去了。谢谢师傅，不用搞。然后人家可能没有办法，对吧？真的，师傅，看来我们以前的人。啥公安也得来表现。这是嘞，你讲高中我怎么用钱都不不行。哎妈，来，那谁帮你这样？谁呀？啊，这这这来的，这这这，这这谢谢，这这这这。你跟我走，看来是在洗洗睡洗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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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不在这儿上，逆向上。这个是逆光的，从另外一个马路上，反向左转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人线逼线。雪无
是说，如果说你那时候的话，这里说，这里按人是吧？等着他们呀，你可以站着说吗？那我旁边那一个直接接那边一个人搞。这我要骂，你那一个，你那一个没气势，你看不见。哎，师傅，二号码头怎么走啊？二号码头吧，叫。那边走是吧？就从这里反向坐过来是吧？好，谢谢。我聊我的小娃说的，这东方你看我一样的，那几个就一大都就给你们通电了呢，那该一边的海来了。坐到里哈，去的兄弟，俺这个俺这上边一边的鼻头扭扭扭起那个啥钞票，俺这个有，那俺的两手两银两起那个钞票呀，然后就给他干。那不这边你给我压硬一点那个的，硬一点那个的，Thank you.
同样有还有很大鱼。那会大哦，那边是有大鱼哈。很大。嗯，很大。六，尾巴把手掌。你问你的屁股大。我探听到他在吃咸菜。
见了。这是不是真的好吃？你找够了吗？蛋糕。我们来走走啊！这里面洗澡很凉快的，把我扔下去吧。不在洞中，洞在湖中。刚才你在船上没有看到的景，太大了。
机就别看了呀。这里有看了。哪里有洞啊？他说可以回音的。哇，就是在那里大声的叫一声。啊，他说在远处的万柳台上。他说。不要看床啊，在哪里是自然的吗？有一些自然再加上人工开发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不是书？哎，你说那个上面不是有，然后后面吗？它是平下四。对，再开的大一点。哎，你说它那个石头上面那些树，是秘密可完成了，里面没有什么土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葱叶啊，缝里面穿了，还能。掉进去是不是掉它这本来那里警戒不就是它人工开凿的吗？以前清朝的时候。哇，以前古代这么牛逼吗？
吃的呢？你说喊？喊！你听不到我跟你说话吗？那你说我没带谎呀？有大雨的，走。我去那个叫什么？等一下。蚊子现在应该不咬了吧，你俩？也不算贵，这不太小杯了。昨天还掉水里了。Thank you.
那石头的尽头在哪里？咱俩还好，过来。大哥，你知道？弄么子包？哎呀，他来羊水多了呀！他来比我们嘛还？哎，我这羊水也可以，想好了，是好想点就是了。一家没事是吧？我可能下午到啊。谁？谁给我？哎呦，空房真的都不敢走。那就这样。我导航，你导航的话，我导航的话。就这样，先走吧。先走吧。先走吧，先走吧。这里。
中的小河。三分半，哎，三分半。Thank you.
对，所以就是要两个。对吧，我走了。折价票。哎，师傅，请问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？从这儿坐船，然后直接过回去吗？是从这儿坐船直接往那儿开，还是这船往哪儿开啊？哦。师傅，这个船这里上车上船是往那边开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然后还要绕过来吗？单行的。单行的是吧？就看不到那些地方了。看得到，看得到，洞都进了。洞所有洞都进是吧？都进了。一个南方洞口，一个仙桃洞，一个桃峰洞。这几个地方都去掉了。这边线跟 B 线一样的，只是反了一下。啊，那我在哪儿下船呢？这里绕进来。这里上船也在这里下船。我下船里面水上林码头。啊。也就是所谓的三号码头。哎，那呢？你们几个人？我包船的。包船的。我两个人四张票。两个人四张票。对。包船的。等一下，女儿呢？那我兄弟也要两个，你是张大水。等一下，姐姐小点一点。全价票，全价票。一个两三。二岁，二岁，一到全价票。姐姐，
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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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等姐姐先过来，姐姐不在，她到她上不了床了。停下票。哪里去了？你两个姐姐，两个报警哦。打电话给她，我听到了。哎，救生衣穿上，救生衣。哎，救生衣穿上，救生衣。救生衣，救生衣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来。下去，坐下去。兄弟，把那个绳子扔上来。来，扔上来，这个。很丑哎，什么时候拍？现在拍吧，你坐我这儿，我坐你那儿。没想到是这个方向。
到站了。
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卡住了，等一会儿我卡住了。快摆好 pose， 快快。怎么会没有啊？他现在也是。正常买东西没。坐船吗？不拿个坐，你看他票拿着他又聊了。我让你买，你站着，你站着，来。你不是站不过那个的，你给他站着。这边下去的时候应该很慢。这边就是。你可以说，你只拍什么？
开发商应该是叫什么？华夏，还是泰国？
这边做工程大概要很久吧。因为那个棚子一共38万，但是那个棚子起码100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是卖不到100万。是陈哦，你不知不知方向哪个方向，你真的等得都出去。看一下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们。
双桥之间。
这就是苍蝇场。
就看你把握不把握的问题。三块，我就三块五。演八个好演就写吧，没起来呀，
大哥，你这是编什么呀？乌龟。乌龟。Thank you.
修这辆车呀？照一下我这个。长桥直接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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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
就是这个好像是网红的。啊，你看着它贴到墙上。就是啊，不要，不是。烧饼里面是肉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花肉蛋白鸡蛋。买个肉的好吧？买个肉，好，你找一下。Gracias.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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